辅助应该带个虚弱的。这技能给你放了，打他！你给我探视野呀！哎呀，咋这么卡呢？30度延迟这么卡，哎呀，好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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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会儿啊，升个二能打。好，先杀 AD 啊。哇、哦、这一手 W 没放出来，属实是有点让人难受啊。别老在这阴阳怪气儿，行不行？呀，小布甲，这把看来并不是很好打呀。跟我来，你 Q 到他，我们就能打。但是这个英雄他有位移，先让他打拉克斯啊。顶兵干，哎呦，加血，梦魇来了，算了，闪现 A 死得了，我想重上一下，太卡了。卡的我有点人有点动不了，这不好推了，算了，不推了，我走了，回家了。是平卡，不是平卡，延迟。简直了，老弟呀、啊！你俩杀我，你是不知道他俩能杀得了你是吧？你干哈呢你呀、啊、咋的呀？哎，再装，对对，再装，对，就装，硬装亮牌。我是秒不了你还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把呀，这把出黑切能起飞，咱就不出三项了。这把出三项不行，这把出黑切，那积木零杠二的看着没呀？我跟你们说，一个菜逼有两个特征，80%这个特征啊，就是他拥有这个特征呢，他就会是个菜逼。第一个特征是这个人啊，不与队友勾留，哎，上来你跟他说，哎，咋咋咋换位置，咋咋地的，他不理你。不跟你说话，第一点这是个菜。第二点就是话特别多，特别特别多。哎，死一把怪这，死一把怪那，上来就开始就逼逼刀，就这种的。一共两个特征。等
等一下，等八秒。好闪。基本上拥有这两个特征的人，80%都是个菜鸡儿。我单吃一张塔皮，希望梦魇不要来。走了，不能再吃了，我们出黑切。上哪寂寞去了？空大了，啊，中路呢？哇，我们家信哥行啊，拿了条小龙，漂亮啊！虽然你信哥有可能会死，但是信哥这一波啊，为了我们做出了贡献。来，可以干，别怕，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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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急啊！没技能，你们全得死！这什么伤害呀！我操！临死前还能看到这啥虚区呀、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再等我一秒钟就好了，我技能刚才没好，我大招没好，再等我一秒，我刚才大好了就好了。愣送，往中走来。可以，干嘛？好意，姐呢？出来来，跑走了，打个蓝吧。多亏我技高一筹，这把我们先出死亡之舞，先出个黑切，再来个死亡之舞，等级有点低。得去升升级，这亚索12级，把这亚索杀一波，我们就能肥，单杀他最好是。OK， 后撤，不能再拆了，他们家人全部都来了，尤其是下路，凡人的建筑抵御不了远，不能给那沙弥拉再给人头了啊！亚索可以杀。你 nice 700块钱，我这全杀了，哎，三杀，中推兄弟们，不打了，不杀了，算了。我能不能杀他？能杀，但是这个梦魇指定有闪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这已经没有对手了。快走吧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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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人打工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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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他们家劫怎么没了呢？劫过掉线了。这不给我们家打工了吗？好牙哥。哎呦我操，这萨米拉的虚区是真高啊，不杀他不行啊，哎呀必须得杀这小子，这英雄伤害太鸡巴高了，这打人太疼了，这那一个扫直接给我扫没了，炼狱扳机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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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先秒杀，我不寻思雅索，我先把雅索杀了嘛。
杀了给我。打大龙来，我打大龙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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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非得给人引过来，你知道吧？杀 AD 来，他射程很近的，有没有人下去？下去勾引一波也行啊，这先杀 ADC 啊，我们不能直接上，我直接上我们这队友左边跟不过来，我直接闪现 EQL 杀不了他，跟我上来。哎，打我，你能打得动我吗？除了你们家 ADC 谁能打得动我？套我点烟中推，你干啥呢？死了，死吧，没办法，非得交个闪现，交交吧，我乐意奉陪，没有关系。我估摸着他们应该是都要死，少死几个那大龙对面打不了。我来了，你们要打大龙啊？你们想好没？你们想好没？你们没想好是吧？来来，跟我来，这劫是有点香了。先把他 ADC 杀了，这都是弟弟，这都没有用，这都全收，我大龙也收了，我这小反甲一出，剩下的这都是弟弟，我300多护甲，将近400，啊没有，250。今天我就要跟这个防御塔干一架，看看咱俩到底谁狠。来，全死！你大我，你想好没？你肯定是没想好。我把他们家 ADC 一杀，其他人就都是 B。Yeah.